这么乱，那我那边看了，哇，这也太乱了。但也可以，我看到。对，没有，况且这样，你先别下，你就下来。你说话的时候就过去，就慢慢说了那种感觉。我知道可以这样。你看，我不是看着你下来吗？你下来直接把我转到这边来，我就看不到这边了。你觉得？对，你要是我怎么样能师傅看见这个状况？要把我转过来，哎，都要把我拉下来都行，转下来。你不是藏起来了吗？走的时候自己在这儿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是感觉想上吊，就可能会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，有点小动作，因为你刚刚藏起来了嘛，你又把它抽出来，还挺可爱的。哦，师姐要带我去逛集市，这比较大。天哪，是真的吗？再来。